你怎么样？啊，没事啊，只是屁股有点痛。哦，看天快黑了，你们先回去好了，走，背你。不用了，我自己可以走。好，哎，我背你了，来。 老师，会不会冷啊？不会啊，你呢？当然不会啊，我外面有很大的火。等一下衣服干了，就可以换上了。你要不要先出来烤烤火啊？我没关系啦，我等一下好了。哦。 跑掉了，跑掉了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不要怕，我不说过了吗？我会保护你的。天空海阔的尽头，如果我终于能走过那些坡。 灵魂一定是同类，才能心领神会。
不管世界怎么变，只要我们的心不变就好。心只要在一起，两个人相隔再远，都能感受到对方的心意，那种感觉是温暖的。吴天行，你答应我一件事情好不好？说。我们要一起永远记住这个完全属于我们的晚上。